学长，这是我为你做的必修课笔记和考点。哪门必修课？你挂的那几科。不挂科，就波波。不要就算了。哎，我要！给我！你给我的东西，我怎么会不要呢？杨宇学长，快把你的行出手放下！杨宇学长，你太过分了！啊？你现在的行为可是性骚扰，不喜欢就跟人家直说呀！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，拿暧昧当幌子，态度永远模棱两可，女孩子才会受伤的。你够了啊！我们可是在教。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居然说对不起，你对不起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道歉，林小春，你有没有把我当你男朋友？ 你明天就跟所有人去说，你跟所有人说我们正在交往。怎么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你是吗？没有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学长说喜欢我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 想跟别人炫耀，可是又怕美梦醒了。这么喜欢一个人，还是第一次，觉得很开心，可是又会很不安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是不是很奇怪啊？ 生气了吗？你呀，你是不是已经不喜欢我了？傻瓜。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因为我和玲玲一起来到了一家新餐厅，喝了一个很好喝的饮料。 喝了吗？还行，挺好喝的。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最爱我的玲玲。像我这种人。 哦，林林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怕什么时候又会对你不好。下车。笑。说。 今天又迟到了。
刚好是第200字。还不是因为你突然叫我出来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陈陈陈，你最近让我很不爽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开什么玩笑你啊？我是认真的。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。祝你幸福。多不容易，用尽全力走到这里，一路遭受的怀疑，情绪的语气，徘徊在黑夜里，固执的用力发射月亮，渴望一场在找什么呢？哎呦，我在等我的猫回来呢。没事儿，该回来的总是要回来的，无论是猫还是爱。等待这件事也是一种快乐。但是呢，也有一种等待，它让你消沉，让你痛苦。那这样的等待就要及早的斩断才行。和高凌分手了。痛到极点，放声大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能陪在身边就好。他只要静静地听我哭泣，然后告诉我没关系。告诉我那不是你的错。然后轻轻地抱抱我，这就够了。有时候，真想对命运大喊一声：够了，住手吧！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份上才肯善罢甘休呢？
眷顾我一次吧，一次就好了。有时候，命运会听到你的哀求，然后重新赐予你希望。那个时候，就抓紧它，紧紧的。